来，连续撕啊！好，你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肩膀，整个力量。整个力量不是在肩膀上面啊，一发力首先站紧了，很多时候你的力量都在肩上没有在手上啊，这个力量没有出去啊，撕小动作，手腕手指虎口大拇指是要顶住这个球去加摩擦，往前顶的感觉，这个力量是要往前出去的啊，就像一个鞭子啊，鞭子只有鞭头打人最疼，你等于这个鞭子还没扔出去，这个球已经跑了，懂了没有？啊，你在你触球的一瞬间，你要感觉是有点鞭打的感觉，啊，用短距离鞭打的感觉，懂了没有？啊，短距离鞭打，懂了没有？力量要集中，啊，板头要顶出去，要加速，啊，不能匀速，啊，不能匀速的在那儿套圈儿。啊，然后尽量的让你的肘靠近你的腰，啊，撕撕撕，就相当于什么感觉呢？就把你这个板拿着，你相当于你自己心里感觉一下，要去把一张纸撕成两半的感觉，加速撕，啊，把你的板撕成两半，加速，啊，你自己可以拿着体会一下，啊，拿到这儿，像我一样，对，把板撕成两半，撕成两半。对，你的两个肘你要撕开的话，你两个肘是不是往里夹，是不是往里夹啊，不能这么撕不动了吧，对，往自己身体里边夹，这个力量懂了没有啊，是不是往里夹啊，所以说肘不能架起来啊，一架起来就是肩膀了啊，收回来这个力量啊，把这个力量体现出来，肘往两个肋骨往两个腰上肋骨上夹啊，对，对，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对，夹，两个手一起夹，来，夹住了吗？往腰上夹住了吗？肘夹住腰了吗？腰上，哎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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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作小一点，不要太大，哎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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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很好，不错，坚持啊。